是我清脆的保障，你是我的一切。你亲像开中的珠宝，我要紧紧来将你抱，你是我的圣经耶稣基督，你是我人的主，我人接受你主耶稣。哈利路亚，你是我人的主。哈利路亚，圣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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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心俾嚟俄罗路，哈利路亚，感谢。所以今天晚上的聚会呢，我们的聚会点声已到达八点半了。感谢主，就是要来通知大家，我们的聚会今天晚上八点半结束。哈利路亚！当我未分享主的话语以前呢，咱白白来祈祷哈。感谢主，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结束拍开我们的心，主啊，你要来教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主啊，你感动我们的心。会知影讲主类旨意对我人生命是虾米，好人会继续来军队，好人会继续来顺服。主啊，我相信哈利路亚，你所为我人所陪伴的道路，我人行伫主的道路内面，我相信我人必领受着主类恩典、主类怜悯、主类祝福更加多，伫我人的生命内面。我感谢你，我到今日暗，我人每一个人的心，都交伫主类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祈祷， Amen， Amen。感谢主，但嘛，咱有做报告了。下礼拜咧，就是复活节，了复活节的整诺节咧，就是受难日 （Good Friday）。所以我个会记我诺礼拜以前咧，我分享一个道理咧，就是讲一个信息的主题，就是讲咱被预备复活节，预备复活节。所以我分享讲，别用。金节祈祷来预备咱的心，来迎接这个礼拜日的复活节。那都好 ，AGBC 咧本来主办了21日的金节的祈祷，所以那是你对你本来参加这个21日的金节祈祷咧，今仔日是第15日，今仔日是第10日。了，那是你对了祈祷来讲咧，今仔日所祈祷的咧就是。被亲近上帝、亲近主、渴慕认白主、凭了信心亲近主、爱主，也被读主的话语，也被行主的道。所以过去的15日，我所经历的虽然有起不如落，所以我开始今朝的点声第3日、第4日，有影有淡薄的无关系啦。了。会加坎坷淡薄，了无办法来专心咪来祈祷来读圣经。但是过了哈哩几那节咧，了慢慢会领受着上帝做工作，伫我诶生命内边。所以我诶灵内边本开始领受着上帝工作，我享受大祈祷加亲近上帝哈哩点声。所以咧，我是并非甲大家讲，就是我俾来鼓励大家继续。白白来金节祈祷，原因呢就是讲，咱被准备咱的心，准备咱的灵呢，来迎接下个礼拜的复活节。因为呢，那是咱无去预备咱的心、咱的灵，去准备下个礼拜的复活节 （Good Friday） 加 Easter 呢，这里复活节。Easter 咧，就像个平常时嘅节安款，安款过去了，甲平常时相款安款。了，因为咧，人嘅生命是过头无用了，人嘅心有真啊济嘅忧愁，有真啊济嘅烦恼，
是咱未去真正的领受上帝都俾大人嘅生命，俾大人嘅心里边，伊所俾做嘅工作，伊俾教我人所讲嘅话，咱未领受到圣灵嘅工作，所以最尾事，我按你鼓励人来兼职祈祷，就是俾用这个机会咧，来安静咱家己嘅心，安静咱家己嘅灵，来领受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看到耶稣在十字架顶他所做的工作，我们要看到耶稣在你的生命，在我的生命所被做的工作。所以我相信当我们领受到上帝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跟我的生命本来不相关，然后你跟我说，你不听到你跟我说说过去十四节我都无参加这个金节祈祷，被阿庄被参加这十一节的金节祈祷咧。那是你 miss 去了这个过去的十四节，过七节啦，过七节啦，从今开始本无上班，因为过七节，假是 Easter， 假是复活节，所以我鼓励大家安静，咱家己的心，在这个礼拜的那边，到家下个礼拜，咱安静，咱家己的心。让别来领受，准备咱的心来迎接这个复活节，来明白复活节真正的意思到底是啥物。当然，今日暗哩，我唔是个别来甲你分享关于金节祈祷，因为两礼拜以前哩我已经分享去了，所以这个信息个是在 YouTube 里边个。所以今日暗我所俾甲你分享的个是预备复活节，让别预备。复活节，咱要按怎来准备复活节呢？到底复活节的意思，对人来讲，复活节的意义、的意思到底是啥物呢？做咩事咱要庆祝复活节呢？身为基督徒，咱的六节那边有一年那边有几哪节是第重要的日子的？有几礼是真系重要，对我人来讲，对我人信耶稣嘅是真系重要嘅日子。头一礼，咱特特人本在嘅头一礼就是 Christmas 圣诞节。第二礼咧就是受难日，耶稣受难嘅日子，阿摩叫做 Good Friday。第三礼就是复活节，复活节即系是 Easter Sunday， 耶稣对死过活嘅日子。第四咧就是五旬节 （Pentecost） 圣灵降临的哈节节，所以每一节这里四个节节里边，每一个代表了不同的意思。四个本有真啊重要的信息，教人每一个人来讲，圣诞节咱当今当然咱本明白，咱本在圣诞节就是耶稣所出世的节节，这里全世界本在。受难节咧？耶稣受难节 Good Friday 咧，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那一节。然后复活节咧，就是耶稣对死过活的日子。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所以今日暗，我俾教你分享嘅咧，有当时咱基督徒，咱过头无用，咱过头追求嘅物件，咱看嘅物件。不无相，咱来敬拜耶稣，上加有一个目的安尼款。咱要谈到伊祝福啦，咱要谈到伊的医治，咱要谈到伊的平安。当然，咱的上帝，伊是真好的上帝，伊会祝福人，伊本会医治人，伊本会赐予我人平安。但是咧，有当时，咱来到个上帝面前，咱祈祷一点声，咱的祈祷。永远是主啊，祝福我，主啊，医治我，主啊，给我平安。但是咱却无去明白到底耶稣是主谁，伫我人的生命，咱上加唔知讲做咩事，伊被钉死在十字架，做咩事，伊被钉死过活，做咩事，咱说咱来到个教堂那边，咱会看到十字架。有当时，咱不明白，咱本无真正的去了解到底做咩事，所以今日暗咧，我俾用这个机会，过一摆
将这个福音今日暗能讲开清楚，能被领受耶稣的福音是虾米？做咩事有 Good Friday？ 做咩事有耶稣受难的日子？做咩事有复活节？做咩事这个农历日子对人来讲是安呢的重要？因为那是无十字架，意思就是讲耶稣伊无来，耶稣无死在十字架，人的罪无得到赦免，人永远是得定罪了的。故有咧，那是无这个空的梦，空的梦，耶稣无对死过话，人的生命永远是黑暗的，人的生命是无希望的，人的生命未看会到，看未到面前的道路，因为无耶稣来引出我人，来带领我人面前所要行的道路，咱本未领受到新的生命。所以那是无十字架，耶稣无对死过我，意思就是讲人的罪无贪得到赦免，人永远被面临，人永远被去面对罪的代价，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永永远远跟上帝隔开。做咩事有罪呢？当时人去想，做咩事有罪呢？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边讲到，这边讲到，那是想罪阮一个人来到个这个世界，死本带罪下边来，所以死亡领到个加了人，因为加了人犯了罪。这边加人讲虾米？被加人讲咪？这边被加人讲的就是讲罪阮一个人来到个这个世界。他的人呢，就是讲人人的祖先啊，上帝所创造的头一个人，就是亚当加夏娃。一人在伊甸园，一人犯了罪，罪就那款来到个世界，来到个这里世间，来到个这里世界，因为有罪的关系。所以呢，罗马书甲人讲到罪的刑罚呢，就是死亡，带来了死亡，所以死亡领到家人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人无法度去走走过这个死亡，这个罪的代价。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罪？罗马书第三章十三节讲，因为世人拢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罪的意思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意思就是讲，人无去对上帝所爱人做的，伊到大陆来，伊爱人做的，人无去对，人无去顺服，这个就是叫做罪，这个就是叫做罪。所以比如讲，上帝伊所设立的这个目标是安尼讲，但是因为人有罪，大人的生命，人做会到的是干那安尼做呢？意思就是讲，人永远被，人永远是亏欠了上帝荣耀。所以呢，这个就是罪。人阿怎骨力也好，阿怎去做好也好，人永远远本是亏欠了上帝荣耀，因为这个就是罪。大人的生命那边，人已经因为着一人的犯罪，所以罪已经接到个人人的身上，接到个人人的生命了。大彼得王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这边伊讲着，我的罪，罪的那边所生出来，伫我诶妈妈伊有心里点声，还是都有罪了。所以这边甲人讲着，诗篇五十一篇是真啊真啊出名的一个诗篇，是大彼得王伊悔改的一个诗篇，悔改基督的诗篇。这边甲人讲着阿弥，大彼得王甲人讲着，当人伫人妈妈的腹肚的点声，伊
有心，我们的妈妈有心的点心，我们就是有了罪了，我们出世的时候，我们本是大条罪来到到这个世间，所以因为有罪的关系，我们永永远不去跟上帝合并，我们永永远远不亲近上帝。有的人就说到死亡是真的公平的，因为不管如何，不管我们是肉好家也好，双向也好，是大波也好，杂波也好，少年也好，有年纪也好，总有一日我们被面对的就是面对死亡。但是死亡不是结束，不是说有的宗教他的教导就是说死了就是没了，什么根本没了，死了就是无存在了，就是无个在有地了。但是圣经甲咱讲的唔是安尼款。希伯来书第九章廿七节甲咱讲的是虾米？按照定命，人拢有一死。人说被面对的有一日被面对死亡，但是这边讲到死了过后，各有审判，各有审判。所以罪是被受到审判，无人会想，无人会走，这里的审判，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之所以呢，伊未讲去论掉有罪的合并，所以就是安尼款，因为有罪的关系，人家上帝就安尼款隔开了，人肉骨力也好，都上帝的面前。人永永远远不成为一个好的人，不成为一个公义的人。我过去讲，巴斯奥宾基伊达达到教我人分享，就是讲，这个世界有好的人无？无。这个世界有歹的人无？无。这个世界有的是罪人，犯了罪的人。所以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这边教人讲到。人上加无洁净的人，所以人所做的公义呢，就是上加这个垃圾的衫安尼款。Our righteousness is like a filthy rags。上加人所做的公义呢，人所做的好呢，是永永远远在上帝的面前，扣掉人家己所做的好呢，永永远远是上加这个垃圾的衫、垃圾的布，人是黑格一边的。这是人自己本身的公义。这边我讲到人呢，就像个这个血安尼款，慢慢扩大去，慢慢大去。人的罪呢，就像个这个风将人吹去安尼款。然后，被阿川做较好啊，被阿川贪到罪的套房呢。既然人这出事，人就是。大了罪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间，然后阿庄好啊，然后阿庄被赚到头棒啊，阿庄家会脱离这个罪的审判呢？所以罪因为罪的关系，人永永远远不去跟上帝合并去。但是好消息就是讲，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 ，Gospel。The gospel is the good news. So, the whole 消息就是福音已经来到家人的中间了，来到家人的之间了。虽然人未到家，未去到家上帝那边去，未去到家神那边去，但是人的上帝，伊落来找人。福音第一大的福音。就是讲，上帝一来到这个世间，一来找人，一来找路，一来找我。一大天堂，一来到人的中间，一变成人，一行在人的中间。道成肉身，就是道变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The word become flesh and live among us.所以人讲，人讲到个亚当犯了罪，
安款罪就来到家世间了，来到家这里世界，来到家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到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到家第十九节，正甲人讲到，因为一摆的归还，这边讲到就是亚当啊，亚当加夏娃，加了人就定罪。相反呢，一摆的义行就是行公义，加了人本因为贪着公义，本贪着生命，因为这人反背了上帝，所以加了人变成有罪。但是因为这个人一顺服，加了人变成义人，变成义人。所以这边讲到真清楚，因为一个人一犯罪，所以加了人变成定罪。但是罗马书本甲人讲到，因为一个人行了公义，所以加了人本是因为相信，因为有信心，本成为公义的人。所以一个人的顺服，加了人变成公义。所以这个人不是其他的人，不是人不白的，这个人就是人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因为他顺服上帝，他来到这个世间，他愿意顺服上帝来行十字架的道路，来钉死在十字架。安尼款人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不过再是罪人了，人在上帝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人变成义人，公义的人。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正甲人讲到，因为罪的公价是死，但是神的恩赐在人主耶稣基督那边乃是应性，乃是应允的生命。罪的代价本地就是死亡，罪的刑罚本地就是死亡。但是因为耶稣来，耶稣就是上帝的恩赐，和人每一个人，上帝的恩赐在人的中间， The gift of God， The gift of God 在人的中间，他就是上帝所予人的怜悯，所予人的恩赐。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那边，人会找到什么？人会找到应性，应完完的生命，不过再受到罪的审判，不过再受到罪的捆绑。做什么上帝以这样愿意来到这个世间来找路，来找我？做什么他愿意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路呢？人这样不听他的话，人这样不行自己的路，不愿意来跟随他。但是做什么他愿意放下了他的地位，天堂的地位，他来到这个世间来受苦，变成人来代替我们每一个人来死。做什么呢？是什么原因上帝他愿意落来来找路，来找我呢？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这边讲到，真爱世人，将他作圣子赐予伊人，叫一切信伊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伊的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加了人世人因伊得救。信伊的呢，无过再定罪了；无信伊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伊无相信上帝，伊无相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予人看到真啊清楚，真啊的名，甲人讲到，做咩事上帝一路来，一贯一路来来找我人，来找路。甲我，我人犯了罪，应该是对伊来讲是无解答了的。但是伊愿意
来找路，来找我。一再类名，一本再我的名，就是因为这个字呢，爱 ，love， 一爱，一爱路，一爱我，一爱，让每一个人看了，一爱这个世间的人，所以一愿意彩排。当伊提白，伊愿意彩排，伊读圣经，耶稣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互咱每一个人个了，叫咱相信伊个，咱免谈着灭亡，咱谈着永生、永远的生命。耶稣来，伊一个目的，一来就是被将人。我罪恶中救我人出来，救我人出来。所以我人被做的呢，真简单啊，就是相信。人不就无谈到定罪了，人谈到的呢，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边，我被提醒，人每一个人呢，就是讲，当你看到十字架的点声。你看到十字架的点声呢？你特别在讲，你本特别会记讲，应该在十字架顶的是你教我，是我人犯了罪，应该受到刑罚的是你，是我，是咱每一个人个了，咱达达人个了，因为咱犯了罪。但是这个无罪的耶稣基督一来，一代替了你教我来钉死在十字架顶。耶稣代替了人每一个人的罪，来为我人的罪来死。所以今日暗，咱别来看一节的圣经，一座的圣经，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到到五十四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顶，伊最后的一个点声。所以在中道，从五正到深处，这个地到了变暗去了。到到这个深处的点声，耶稣大声的讲：“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就是讲：“外神外神，主咪属，如离开了我。”徛伫遐边个人话，就听到了，就讲到这个人伊呼叫以利亚。那边人有一个人伊堪要走去，伊举一个海龙，伊点了遐个草，伊摆到遐个位置顶面，伊被号耶稣来啉。其他个人就讲到，等等者看是毋是以利亚会来救伊。耶稣的大声也讲讲，讲了过后，伊的气就断了。忽然间，这个圣殿那边的幔子，在面顶裂去，在面顶落到下骹一裂，变成两半，变成两半，变成两分。所以地本有地动，破旧本裂去了。这个梦本开了，已经困的圣徒，一人的身体本有起来，到耶稣复活以后呢，一人在梦那边出来，入了圣城，向真那济人来显现。了这个百夫长，一人看守耶稣的人，一人看到地震甲经历，一所为事，一人就真了会惊，讲到这个真实是神会惊。在这边，咱要看几哪点的，就是讲，头先就是讲，耶稣伊讲讲外神，外神做咩事离开我？在这个十字架顶呢，耶稣伊大人的罪，伫十字架顶，伊所经历的，就是讲，上帝将佮帮杀了伊安尼款，哈你会感觉，所以。耶稣本经历着，人所经历的，就是因为人着定罪，所以人想甲上帝隔开安尼款。耶稣本经历
安尼款的经验，一段十字架顶，就是做咩事？伊讲讲外神外神做咩事？如帮杀我，因为全世界的罪已经打在伊的身躯顶。提伯上加冰爪无看掉耶稣安尼款，所以在这边耶稣一明白，如家我有人所经历的。人哈是人行伫黑暗的点声，人甲上帝隔开的点声，伊明白人所经历的，所以做咩事，伊会担人的罪，伫十字架顶。第二个咧，就是人所被看的，就是当耶稣伊的开断了一点声，忽然间这个圣殿那边的幔子，幔子就是像个真啊大的。一只管，本一只大地，一只狗的像个藤阿婆那款，但是伊唔是藤阿婆，伊是一只狗的婆，伊是被来隔开绳索，甲子绳索的。但是一只奇妙的，这个幔子大面顶一裂去，面顶开始裂到下卡去，裂成两份，裂一半，裂。一跪地，搞了力气。这个幔子咧，其实咧，伊是真啊真啊会搞的。人的手，人啊怎做本好，本是白，可以力成两边的。这边被甲人讲的下面，被何人知的是下面，就是当这个的幔子力气的点声，意思的就是讲，人不过在家上帝隔开了，人会接家去。上帝会感觉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找上帝，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祷，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亲近上帝。因为做咩事呢？耶稣已经担了人的罪噶了，耶稣因为耶稣的宝血洁净了人每一个人噶了，人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古早的点声，古约的点声。无一个人会使入去那边的，无一个人会入去至圣所的那边的。但那祭司一年一到，因为伊被带伊被来啊为以色列来献祭和上帝，所以伊被入去那边来献祭和上帝。但是伊阿未入去的点啥哩？一般是被献祭，一般是被洁净伊家己，伊未使。上加犯了罪，阿们行入去，上帝的圣洁落来，一定都是拄着死亡。但是耶稣来，伊完成了工作，意思就是讲，咱永永远远会去甲上帝合并去，咱永永远远会接近，会来亲近上帝。这里是真啊好一道，真啊好一消息，互咱每一个人了，咱永永远远无可再甲上帝隔开了。人会来到上帝的面前，上个今日暗路会来到这个圣殿的那边，会真的主要的耶稣敬拜，会耶稣来赞美，来俄罗人的上帝，路会来到上帝面前来祈祷，因为人不过在跟上帝隔开了，人会亲近上帝，上个这个爸爸跟伊的囝安尼。这个的关系是真的真的亲的关系，人被做上帝的子子，所以人相信伊的，人看到永远的生命，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耶稣第三节一个活起来，他得胜了死亡。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节五十六节跟人说到，死啊如何得胜的关系在大陆，是啊，路会读会教的大陆，是会读教，就是多罪罪的关系，就是律法。但是感谢上帝，就是咱做了耶稣基督，咱谈到得胜，咱谈到得胜。所以咱相信耶稣的，咱本是跟耶稣平平赢过了死亡。咱们免过受到审判，
虽然讲咱这里成果有一节被判去，有一节被剥去，但是咱的灵被对了耶稣，继续会复活起来。有哪种的方法，咱会对到家，咱天顶的处，这个地上不是咱的徛的所在，这个地上不是咱的处。耶稣天堂才是咱的处，耶稣已经为咱备办，咱所必住的所在，将来咱所必住的所在。有哪种的方法，咱会对到家，咱天顶的处。头一个咧，就是讲咱自然呢，安尼款归心，咱转去上帝的处。第二个就是 rapture， 被提上帝啊，咱的耶稣一个路，有一节一被到对来，一被迎接咱每一个人个了。总有一节，一切个了被变成新呢，会歹的，让会变成未歹的，咱有新的生命。在地上，在天顶，咱有新的生命，因为咱无搁在活在罪的那边了，咱被活在新的生命那边，所以被阿怎谈到得救，被阿怎该谈到在耶稣那边的新的生命呢？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搁个第十节，真甲咱讲到真啊简单呢，咱那是罪那边。人耶稣是主，心里面相信神叫他对死过活，特别谈到得救，因为人心里面相信呢，就会称为义人，嘴里面承认呢，就谈到得救了。所以人嘴里面承认耶稣是主，心里面相信，人就按那款谈到得救了。所以今天暗做咩事？我俾多年路一步一步来看到这个福音。来，我是俾甲你讲，耶稣，伊两千年以前，伊做了虾米？做咩事？咱俾庆祝复活节。所以今天暗俾何你明白，俾何你知，真正嘅清楚。两千年以前，耶稣已经完成了伊嘅工作。所以，这个。这里下礼拜，咱被庆祝耶稣的得胜，和咱每一个人个了。所以，我被鼓励路在这里礼拜的那边，这里几个礼拜的那边，慢慢去领受上帝在你生命那边，伊做了虾米工作，伊在十字架顶做了虾米工作。所以，当我开始点声问候，我。假如分享到，就是讲，咱要准备复活节。那是咱无去准备复活节咧，复活节安款就白白的过去了。因为咱的生命，咱过头无用，咱无点声安静，咱家己落来来领受上帝的，来领受耶稣的生命，在咱的生命那边。所以咧，今日暗，我被鼓励你，当你对起的点声。这个礼拜里面明仔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到个下个礼拜咱个肚边的点声咱庆祝复活节的点声这个几个礼拜的里面咱要用祈祷安静咱自己来领受上帝带来生命做了什么的工作耶稣完成了什么工作在你的生命咱的祈祷就是讲，咱被认识耶稣更加多。咱的生命，咱莫停顿，咱的祈祷莫停顿，咱干那会晓加上帝祷告，加耶稣祷告，祝福我，耶稣祝福我，耶稣医治我，耶稣给我平安。咱的祈祷莫干那是，我爱这里，我还爱那里。咱的祈祷。就是讲，咱达达节，咱被敬拜耶稣国家节，咱被祈祷讲，咱被在耶稣国家节，咱被亲近耶稣国家节，因为今仔节到咱忘记了耶稣其实咧，伊为了咱每一个人个了，付出了今仔节，
付出了伊的生命。所以咧，今日暗，我的信息是俾来鼓励咱每一个人噶了，咱要加耶稣，要建立一个真啊亲密的一个关系，真啊亲的关系。圣经在这个金节祈祷的期间呢，有一段的圣经里面一个故事咧，伊予我的感觉的领受真啊济，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六节到十三节，正讲到耶稣伫伯大尼生啊太过的西门的厝下边，有一个查甫人伊拿了一个鱼瓶。真啊贵的苹果来，有耶稣坐点声咧，一直倒下咧苹果滴耶稣的头顶，门徒看了，伊人真啊无欢喜，伊人讲做咩事安尼会发生？这个苹果都在一边落济泪哦，会帮助落济无泪的人哦。耶稣看到伊人的意思，就是讲做咩事被为难，这个查甫人呢？伊在我的身上做了一件水的事，因为常常有无泪的人甲乱同在，只是乱无常常有我。伊将这个苹果倒伫我的身躯，是被为我安葬所做的。我实在甲乱讲，在这个全世界，在这普天下咧，无论讲伫虾米的所在，传这个福音咩？本被讲到这个福建人，这个查甫人，伊所做的作为纪念。当然，今日啊，我无点声来去看这段的圣经。其实我是被准备这个的信息的，但是圣灵领带我来加乱分享，做咩事咱被纪念复活节？我老拜过讲啦，但是。今日暗俾教老讲嘅，就是讲到，即个查甫人伊用了即个香嘅膏来倒啲耶稣嘅头顶，原因呢就是讲，伊爱耶稣真啊济，伊嘅生命里边第一价值嘅是虾米咧？就是即个即罐嘅香膏，啊是讲啊香水啦，伊是真啊香嘅物件，真啊香嘅物件嚟。真啊，香的油来，这里是为了特特咧阿未教伊呢，伊人的爸爸妈妈会为伊人准备安尼款一罐呢，和伊个查某囝。当伊人教伊的时，这里的香水被倒滴伊人的，被倒滴伊的先生的身躯顶，所以对伊来讲是真啊。宝贵的物件，对这个查甫人来讲是真啊宝贵的物件。但是，伊爱耶稣，所以愿意将伊第宝贵的物件，伊倒伫耶稣的头壳顶，伊将伊第价值的物件，伊献乎了耶稣。但是真啊可惜的门徒，干那看到哈咧香水是落这类，伊人无看到。比这个香水更加有价值的，其实大一人中间就是主耶稣基督。一人认为讲，做咩事被倒这里的香水在耶稣的身躯顶？做咩事安尼会发生？证明讲到一人的心无在耶稣的身躯顶，跟随了耶稣三年，但是耶稣过一礼拜，伊被可能钉死在十字架了。但是伊人阁看袂到耶稣的价值，看袂到耶稣的价值有作者，所以今日暗，你看会到耶稣的价值无？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是毋是第重要？是毋是第特类的？还是你家己的生命第特类？你的财宝第特类，比耶稣较特类？到底虾米物件在你生命里面？是第特类的。今日暗，你看会到耶稣为你所做的工作无？你看会到无？你看到今日暗，你看到上帝爱了阿未？做咩事，咱个未真正会专心
来敬拜伊咧？做咩事咱个未安静，咱家己好好诶来祈祷来亲近耶稣咧？今日啊，我个分享，甲你分享福音个一摆咧，就是俾互你知讲，上帝真正爱你，上帝真正爱你，爱你甲神拜伊会将伊个独生子赐予。赐予路人，赐予我人，为我人担罪，伫十字架顶流出人的宝，流出伊的宝血。耶稣为人放落伊的生命。在这个来临的这个复活节咧，人会将哈咪来予耶稣。过一礼拜呢，就是复活节，所以在这个礼拜。这几个礼拜的里面呢，我鼓励大家来查看内心，我的心到底是耶稣是第有价值的，还是别项物件比耶稣更加有价值？所以，咱要准备咱的心来迎接下礼拜的复活节。所以，咱白白站起来，咱要来祈祷。哈利路亚。咱卖关掉转去，咱阁有淡薄一点声个，咱必用淡薄一点声来祈祷。咱本卖讲，当今咱必祈祷了，了你开始啊，这边行，那边行。当今一点声是你甲上帝一点声，真啊重要一点声，卖关掉走。那是大人的中间，你头一摆听到福音。大家，我请大家咱看咱个目睭。那是你头先，你听到上帝是安尼个爱你，你头先听到上帝耶稣伊为了你担累罪，第十字架顶流出泪宝血。你头先听到这里个福音，你被接受耶稣。我邀请你举起你手来，到咱个中间有无？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大家卖四周围看，那是你被接受耶稣，今日我邀请你举手起来。我祈祷一句，你对我祈祷一句，咱白白来祈祷。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求你来原谅我。我相信，你已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顶。第三节，如果我当今我被离开我的罪恶，我被请入进来我的心。接来我的生命，我承认，你是我的主。从今以后，我必来跟随你。奉耶稣的名，我祈祷。Amen。Amen。当你按祈祷一点声，你已经接受了耶稣，你已经成为了耶稣的儿子。当今你若是有欠用，你有需要的，我请你举手起来，咱俾白白来祈祷。哈利路亚，感谢主。苏迪利亚达拉巴，耶杜杜利亚达拉巴，耶杜杜利亚杜杜利亚达拉巴达巴。西基迪利亚达拉巴，耶杜杜利亚达拉，耶杜杜利亚达拉巴达巴达巴。苏迪利亚达拉巴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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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耶杜杜杜杜杜杜杜利亚达拉巴达巴达巴达巴。Si di dia taraba, yu di dia taraba, da 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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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Jua lu, kimi am lu kua tiu, so u ya ki, chiu e hian di chi moi. Jua lu bing pe, lu zai ya, ilang e sem ya, e su ya, ilang e kiam yong. Tong ilang lai ka ka chu lui, bing zing e diam xia. Jua ilang pe lai kua tiu, ya so ki tong, de si ilang e chu.伊人要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伊人生命中的一切。伊人会晓开嘴来教你基督，
一人会晓来亲近路，来亲近上帝，在一人的生命里面，我相信今晚当一人亲近路的点声，路本被来亲近一人；当一人接近路的点声，路本被来接近一人。主啊，路本舒服一人，每一人个了，一人所欠用的，在一人的生命里面，当一人用信心来祈祷的点声，一人就弹掉，因为一人是路的根基，因为我人是主路的根基。当我人祈祷，我人搞到土，我人就弹掉。我相信主路被来一一满满，被来祝福我人每一人个了。今日暗，我人加掉。耶稣一一满满的祝福，我人对教我人一处，我人已经领受了主的福音，在我人的生命。今日暗，我人领受新的生命，在我人的生命的那边，在我人灵的那边。在这里几个礼拜的那边，我相信大家接，你们被来来教我人讲话，你圣灵被做工作在我人心，我人的生命，你被来教我人每一个人来讲话，我人被来领受着。上帝，你的福分在我的生命里面。今天有人拿掉耶稣的新的生命，有人对教家，有人的处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继续的领受领受领受上帝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耶稣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人继续的领受。感谢主，哈利路亚，祝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大圣名我祈祷。Amen. Amen. 感谢主，让拍手给咱的上帝。Amen. 感谢主，感谢大家，咱下个礼拜复活节的点声，咱个见面。感谢主，祝祝福。Amen.